中央电视台，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请您欣赏我们在仁川贵阳体育馆为您带来的2014年仁川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决赛。中队呢对阵东道主韩国队的第三场比赛，这也是双方的二单。中国队出场呢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王世贤。韩国队出场呢是世界排名第六的裴延书。比赛开始，王世贤呢率先发球。这两位球员呢都是属于这种拉吊型的打法啊，多拍的能力很强，场上呢移动速度很快，步伐很灵活，很积极。历史上呢这两位球员呢有过多达12次的交手，王世贤呢在这12次交锋当中保持全胜，从来没有输给过裴延书。2014年两个人呢之前是打过两场，一次呢是在马来西亚公开赛，一次呢是在尤伯杯。马来西亚公开赛呢是王世贤直落两局取胜，尤伯杯是打满了3局，最后王世贤取胜。场地的这半边就是王世贤的这一侧呢是有点顺风。今天呢这个半决赛呢，今天这个决赛啊对于裴延书的体力来讲呢是一个考验。那昨天的半决赛呢韩国队打印度队啊，当时呢裴延书是打对方的二单，就是新湖。那个比赛应该说打得非常非常艰苦啊，两个人也是打到了决胜局，最后呢裴延书呢才战胜了新湖。所以呢昨天的半决赛其实呢裴延书呢体力消耗是很大的。昨天的半决赛呢王世贤呢是战胜了日本的高桥沙也加啊，中国队对日本队2-0。陈金指导，反拍过度，收掉一拍，不错。啊，头顶区，王世贤的一个吊直线，后场高远球。这个球裴延书呢对于王世贤的球路啊是有一个预判的，所以就等在了这个前半场的位置，抓了王世贤的一个习惯球路。
这个球应该说裴世贤，这个裴延书呢，头顶的突击对角呢有点勉强，啊，因为王世贤这个推挑他头顶区的底线，这一拍球的质量还是挺好的。杀一拍，反拍，这球王世贤呢在回放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个点已经很低了，而且呢裴延书呢已经是等在了网前。6-4。短球。这个球呢，裴延书呢正手呢想放网，但是出现失误。6-6。今天晚上呢，尽管中国男队啊是没有比赛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中国队羽毛球队的全体队员啊，都应该来到了这个贵阳体育馆。这个明天晚上呢，是中国男队将和韩国男队来争夺男子团体的冠军。今天呢，中国男队呢半决赛啊是3-0击败了马来西亚。中国队在一双上呢派出了骑兵啊徐晨和张楠，为这场比赛的胜利应该说也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。这几分啊，裴延书的主动失误。现在呢，场上比分，王世贤呢是8-6领先。我们说过了，这两位运动员呢以前有过多达12次的交锋，王世贤呢是12战保持全胜，从来没有输给过对手。应该说，在心理层面上，这个自信心还是很强的啊。这球可惜了啊，王世贤头顶区。也是准备点掉一个直线。大家看到这场女子单打的比赛呢，就跟这个李雪芮呢对阵陈诗炫的比赛呢就不太一样了啊。可以看到李雪芮呢，她在后场的下压突击能力是非常强的，主动进攻确实是很突出。那这场球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位运动员呢都是拉掉啊，这个球是裴延书呢通过往前细腻的手法控网啊，迫使这个王世贤出现了失误。8-8，比分还是咬得很紧，急忙短球。王世贤后场进攻下压，这球呢是下网了，下压的过凶过狠。
韩国女单组的这个教练员啊，应该是朴泰相。推对方的头顶区，突击，好球，好球。啊，这也是王世贤呢有一个提前的预判，抓推突击，这是一个长杀。这一侧呢还是有点顺风啊，这球呢王世贤呢拉对方的后场底线，球呢是出界了。10-10。头顶区连续的滑板劈到对角，刚刚这一分呢，裴延书的速度很快啊，下压，搓，漂亮，啊，头顶区的一个快速的劈掉对角。好球，好球，啊！这个球杀完直线以后，自己的连贯跟得很紧凑。突然间的一个吊球，
看到对方的整个的站位比较靠后啊。错球，对方回放不错啊，这球裴延书回放短球质量很高。这球呢我们看到呢王世贤呢以为呢对方会把这个球挑起来啊，所以呢放完了以后呢他的重心呢脚步都有点往后撤，结果没想到呢裴延书抓住机会啊回放了一个短球。王世贤呢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啊他没有能够入选中队的阵容。缺席了伦敦奥运会其实对于王世贤的这个打击呢还是挺大的，但是呢王世贤呢可以看到他就是并没有消沉下去啊，他自己形容呢就是说落选了伦敦奥运会之后他就在一个低谷当中，那这两个赛季以来呢他一直是在往上在爬山在爬坡。放网，好球，踢掉一拍。精彩的一个多拍啊！这一拍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就是裴延书的落点呢控制得非常好，四方球。在场上呢这个拉吊结合，场上比分现在是16-12啊，裴延书领先。这段时间呢就是感觉王世贤呢打得稍微有一点点的保守啊，还是要找一些机会呢有一些下压的进攻，就是拉掉的现在太多了。头顶区杀直线下网，
吊球，反拍勾对角，哇，漂亮漂亮啊！精彩的一个多拍。这个勾对角真的是太难了啊！这个多拍呢，双方的体力消耗也很大，两个人都走到场边啊，都是补充了一些水分。19-12，裴彦姝领先，进网短球，压对方头顶区底线，吊一拍，好球，好球。啊，这次呢，裴彦姝呢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反拍的往前勾对角。20-12，这样裴彦姝呢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。抓推突击。啊，在头顶区呢，直接突击直线。这球，毛世贤推挑的这个角度弧度不够好。对方后撤步以后呢，刚好啊，在头顶区呢，非常舒服的一个突击直线。21-12，这样的话呢，是排名第6的裴彦姝啊，先胜了第一局。双方第2局的比赛，第一局呢，感觉王世贤呢，就是比赛的后半段打得有点保守嘛。这个其实应该适当的有一些下压，有一些这个提速，
看看王世贤在第二局当中啊，在战术上做哪些的调整和改进。这个球放网确实是质量很高啊，基本上是擦着网过来的。我们再看一下这球搓网，这球正手抢搓啊，这球滚网而过。漂亮啊，这球我们看到就是说推对方的头顶球的底线推得很到位。裴彦书呢这个球呢掉的直线比较勉强，被王世贤抓住了机会。现在王世贤也要适当的提提速啊，把节奏呢加快一些。3-3。刚才我们提到了，因为昨天呢，韩国队呢是半决赛战胜了印度队啊，当时呢是裴延书出任第二单打，同印度队的这个辛胡两个人打得非常的激烈，非常的焦灼，最后呢裴延书呢是苦战获胜。当然那场半决赛其实对于裴延书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。这个球王世贤后场的劈掉啊，这个球是出界了，出了边线。听到李永波总指导呢在喊说这个球进去就死了啊，不用那么边。4-4，界外。勾对角界内啊，这球是一个好球。进网短球，好球好球啊，带有一点停顿的，在半场推挑对方头顶区的底线。6-6。
最拉底线，收掉一拍，再推到对方头顶球的底线，踢掉，这球下网了。这球裴延舒呢在头顶区的下压比较勉强啊，其实呢脚下没有完全的到位。7-7，这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啊，第一局呢是裴延舒21-12获胜。勾对角，好球好球。这一下应该说王世贤对于对方的这个勾对角呢其实是有防备了啊。8-7，王世贤呢在第二局当中领先一分。后场高远球，是不是看台上有观众使用闪光灯啊？嗯，这段时间呢可以看到，其实呢就是裴延舒呢现在是随着体力的下降，他在节奏上在步伐上都有点跟不上王世贤。王世贤呢现在呢四防球呢打得很稳，就是利用落点啊，前后左右啊，利用落点的控制四防球去调动这个裴延舒。界内对不起啊，这个球好像是出了边线。8-10，好球好球，正手劈掉，线路很短啊，落点很尖，11-8。
잠시만요. 지금 이 자크 생활은 의미란 말이야. 20세트! 20세트! 压对方头顶区，三四五，王世贤呢是1990年2月13日出生的啊，他是来自我国的江苏省，他是8岁就进了这个苏州市业余体校的大门，那一直呢在练习羽毛球。挑起来，还是控制对方的头顶底线，再压对方头顶底线，14-10，王世贤发球进网短球，推对方的底线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就王世贤呢通过控制裴延书的头顶底线啊，应该说还是获得了一定的机会。但这个球呢，应该是推长了。杀上网，扑一下。这个比分呢始终没有拉开啊，
13-14啊，现在呢，对于王世贤来说呢，还是要适当的有一些下压，有一些这个加速。王世贤头顶区，刚才呢是拉球呢出现失误啊，双方现在战成了14-14。裴延书也是自己的在后场底线的一个劈吊下网。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，对于裴延书来说，这是一个网口的一个扑球。这下也是扑得太凶。16-14，王世贤呢现在是在第二局领先2分。发一个近网短球啊，这个时候裴延书呢，他是接发球呢，想靠一个停顿的假动作去欺骗一下王世贤，但这一下呢，自己呢出现了失误。17-14。还是进网短球挑起来，拉对方底线两个大脚，收掉劈掉一拍，头顶区突然的一个劈掉啊。滑板的劈掉对角，这球落点确实很尖。18-14。王世贤呢，曾经在2011赛季啊，他是登上过世界羽联。女子单打排名的榜首位置，现在呢是排在世界第二。另外呢，王世贤呢在2011年是夺得了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总决赛的女单冠军，啊，当时决赛正式击败的裴延书。放网差一点点，
再推对方的底线，点掉，再推，压对方底线，两个大脚啊，四方球，这球出界了。这球最后差了一点，16-20，依然是王世贤的第二局的局点机会。扑，漂亮漂亮啊！控制对方的这个头顶区的底线，知道对方这个球呢很难回出高质量了，所以呢等在了前半场。最后一个吊球，21-16，这样王世贤呢是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，在前两局双方战成1-1，稍作休息，双方呢将要进行决胜局的较量。王世贤对阵裴延书，决胜局的较量。刚才呢，在这个第二局结束之后啊，听见了这个李永波指导呢，对于王世贤的这个点拨，就说他你不要慢掉啊，这个速度慢掉对手是没有效果。啊，你可以采用这个劈杀啊，或者劈掉。这个还是要王世贤的，把速度稍微提一提。这个比赛呢，来到了决胜局，其实真的是对裴延书的这个体力的考验是很大的。
他昨天的半决赛打印度的这个新湖啊，就打得非常辛苦，消耗很大。这个一天的时间啊，仅仅一天的时间，这个也很难恢复过来。放网，对方把球挑起来，接杀不错啊！王思贤这一下啊，正手杀直线，这球下网。掉一拍，再放网，对方回放，这个球真是王思贤，我觉得可惜了啊。这个球就是如果掉完了以后啊，能有一个提速，就结合一个变速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效果会更好。再勾对角，再放网，放球。刚才王思贤是正反拍啊，各有一个勾对角，然后呢，头顶去突击直线，这球放网放的质量很高。裴延书这个大公布依旧是无能为力，勾对角，
这个有些分数啊，就是看着还是挺为王世贤着急的啊，就是感觉他好像在场上占据了主动，但是呢始终不下分。王世贤示意呢场地的工作人员清理一下场地啊。好球，好球！三四快哦！这球裴延书的发球呢，质量不高啊，这是一个平高球了。回放，王世贤把球挑起来，突击，好的。啊，要在后场的要多一些这样的进攻和下压啊。适当的要把速度呢往上提一提。漂亮啊，这是裴延书的一个接发球的一个假动作，看着是要推弹你的底线，但其实它是一个放网。再把球挑起来，再是一个头顶区的劈吊。头顶区的一个滑板劈吊啊，劈吊对角。界外，8-7，王世贤现在领先一分。收掉一拍，线内。
打到这个阶段，应该说双方的体能消耗都非常大啊。这时候呢，就要顶住这口气，这口气不能散，要咬牙，要坚持住啊。就是一定要相信啊，就是你累，对手比你更累。8-9，现在是裴延书落后一分，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啊。这场球如果王世贤能够获胜的话，那么中队呢将会以3-0的大比分击败韩国队，获得2014年仁川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。这球出界了啊，9-9。我们看到这一分呢，就是王世贤呢后场呢几次主动的下压进攻，试图呢去加速，但是呢裴延书呢整个的防守还做得非常好。9-9。界内，漂亮啊！这球王世贤呢反拍，推一个对角。反拍放网，对方把球挑起来再放，漂亮漂亮啊！这个是正手啊，杀直线，11-9。这样的话呢，王世贤呢在决胜局领先2分，交换场地。再掉一拍，推对方头顶区底线，有机会。
这个看的很多的分数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，就是王世贤其实是有机会的，但是呢最后呢这个下分。就是适当的时候还是需要提速啊。因为这种适当的变速提速呢，就是说破坏一个对方在场上的移动的节奏。投对角，这球没有过来，这球没有过来。这球裴延书上来的时候呢，正手勾对角，这个点已经很低了啊。这球很难勾出高质量的对角线的小球。界内啊，压裴延书这个头顶区的底线，这个球是落到了界内。裴延书呢在判断上出现了一点点的失误，现在主要是体能下降以后啊，这个步伐也有点跟不上。这球出界了，王世贤呢拉对方的这个底线，球呢是出现了失误。抢搓，其实呢之前有更好的下压机会啊。15-12，王世贤呢在决胜局的领先3分，两位运动员都打得很顽强啊。到了这个阶段，应该说双方的体力消耗都很大，都是凭着顽强的意志品质在顶着啊，这口气啊不能散。进网短球，
这个球发的质量稍微差了一些啊。老特前自己的杀球啊，对角线的一个杀球下网。15-15。毛世贤刚才是接发球啊，准备一个放网的时候出现了失误。现在裴延书呢，把比分追到了15-15。界外。裴延书刚才是一个正手准备抓推突击啊，突击直线。那这个球呢是没有能够杀入界。对拉底线的头顶区，这个球王世贤应该说接对方的劈吊啊，接得非常好，接吊放网。17-15，王世贤现在领先2分。比赛争夺的非常激烈啊。哇，好球好球啊，看着是裴延书呢比较被动了啊，这个球步法上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，这个正手我们看啊，快速的抽对角，这平抽对角线啊，这球擦网而过。抢放网。推对方的底线，界内，压对方头顶区底线，再次取得成效啊！这球落到了界内，这样的话呢，现在是18-16，王世贤领先。17-18，现在王世贤还领先1分，界内。
这时候因为是体力下降啊，所以呢这个步伐呢确实是很难到位了啊，这个时候只能有时候可能要冒险的去做一些这种赌博式的判断。这几次推对方的底线，我们看到毛世贤的这个推球还是都挺到位的。19-17，双方是你涨一分我追一分，比赛进行得非常焦灼。这球王世贤回头看了一下底线啊，他觉得这个球似乎有出界的嫌疑。界外，19-19。好球好球啊，这球王世贤在头顶区滑板劈掉对角，这球线路非常短，落点很尖锐。20-19，这样的话呢是王世贤拿到了赛点。这其实也是一个冠军点啊，头顶区滑板劈掉对角。冠军点，现场的观众啊还在呼喊裴延书的名字，在给他加油打气。挑起来，控制对方头顶去底线，这球裴延书杀球出界，裴延书头顶区杀直线啊，这个球偏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是王世贤啊，21-19拿下了决胜局的比赛，从而以2-1战胜了韩国的名将裴延书，也帮助中国队最终呢是3-0战胜了韩国队，拿到了2014年仁川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。祝贺中国队，祝贺中国羽毛球队。姑娘们都从这个旁边的观众席上都跑到了场内啊。这确实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啊，这三场球应该说中国队呢都是胜之不易，都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，最终呢是连扳两局逆转取胜的。虽然大比分是3-0，但是呢从每一场球的来看，双方的比分还是非常焦灼的，实力很接近啊，咬得非常紧。
最终呢，中国队是不负众望啊，3-0战胜了强敌韩国队，拿到了今年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女子团体的冠军。我们再次呢向中国羽毛球队、向中国羽毛球女队表示祝贺。稍微休息一下啊，等一会儿呢，我们为您带来最后女子团体的这个颁奖仪式。